终于开地下城了。哦，这个可以跟观众联机啊。好的，我先单机模式来试试看是什么效果啊。这个游戏声音的大小大家帮我感受一下啊，如果有不对劲的马上跟我说一下。邪悪な村人の王とその軍勢の仕業だ。是不是声音有点大？奴らは憎しみを持った嵐のように進む先にあるものすべてを蹂躙し破壊している。说的是日文呢。村人たちには英雄である君の助けが必要だ。需要我的帮助。说是需要我这个英雄的帮助，这个村子里，我就是 AU。怎么攻击？喂！没有跳跃是吧？哎，我死了！我只是试一下操作，结果我就翻到水里去了，然后我就死了。史上最快死亡。找到这个道具，找到这个东西。好，自动可以往前走。哦，在这儿。下！我天！一剑砍倒啊，而且还得了绿宝石。Kill the zombie， 哎，啊，我已经把它 K 完了，你才告诉我这剑有没有耐久度？我撒，又一个绿宝石。我这什么剑呢？僵尸一剑一个呀！我刷，哈哈，来两个屁啊屁啊！太稳了，我这太稳了。啊，这是一个标志啊，引导我要去哪？哦 ，A pick up。好，我得到了。哎，怎么瞄准？哎呦我天，怎么瞄准？我浪费了一支箭。哦哦，这样就瞄准了啊，不需要准心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我刚才浪费的箭能再还给我吗？看起来不能。我这有个房子，我进去看看。进不去，我现在处于，哎呀，哎，我随便射了一箭，居然刚好那儿有一个小白，我这是什么样的运气啊？我只是摁错了，射了一箭，嘿，我去，技术主播上线了啊！哎，来了厉害人物了，我钻，我天，钻好像不管用啊，怎么喝血来着？哦，这个是喝血 ，OK。嗯，哦，一个大宝箱，巨大无比的宝箱。哦，这样有时候也会翻一下。哎呦，我天 ！Who are you？ 招了好多幻魔者呀。这是一个小 boss 了，相当于是。这是一个小小的 boss 啊 ，level up。我 level up 了，升级了。摁这个上是什么？哦，这个上是看装备。撒！哎呀，哎，烟花火箭。烟花火箭，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再摁 A， 哦，给它装备上了。40的范围伤害，30秒的冷却时间。哦，它这是冷却时间的，相当于是放一个技能，摁 X 就会。哦 ，A 是普通攻击 ，X、Y、B 是三个技能。OK， 哦，我现在要用这个技能打开它了。哦，不对，现在应该不是在这儿用，应该不是在这儿用。这是有个拉杆，我看到了，拉拉杆。我还以为要把这个门打开呢，给我一个这个附魔。哦，我看啊，我这不是有装备吗？等。我有像样的装备啊 ，equip， 哇，我有个披风 ，equip， 哦，我还有个宠物 ，yes， 哦，花一个点数可以附魔，摁 A， 附上了，厉害了，我给我的剑附上了一点魔，干掉这些家伙吧，哎，再见。我这刚才用了炸弹剑吗？哦，我的烟花火箭放了一发，呼啊，弓也是一下一个，太帅了。哦，这有个宝箱，
我能过得去吗？哦，果然。OK。哎哎哎哎，别掉了，别掉了，别掉了。我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Set up a camp. 哦。Victory. 村人たちを救出するには遅すぎたが、まだ間に合う。彼らは今もどこかで英雄の到着を待っている。嗯，他们在等英雄的到来。他说，虽然我有点慢，但是还来得及。間に合う。好吧，我接下来要赶紧去村民那儿。哦，这还有个宝箱，要开一个宝箱。哇！哎呦，我这手柄一顿震呢。钓竿。哦，勾人可以眩晕是吧？我按这个就会勾一下，然后就进入冷却时间了。哦，这个没有冷却时间，这个可以一直勾。库利帕森林。哦，我要去这儿。Start mission。Start mission。走吧 ，Let's go。我有带盔甲的了，盔甲的要难打一点。剑是用不光的吧？哦不不，好像剑也有数量，所以我还是不要随便乱射箭了，需要的时候我再射箭。AD， 我试试那个钩子。嗯，钩过来之后眩晕。哎，钩子呢？哦，钩子也有点冷却时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也有点冷却时间的。我得了一个。我的剑攻击力提升的东西是不是啊？哇，居然有人碰到我了！哇，哇，暴击了！我刚才应该是暴击了，不出意外的话。我听见村民的声音了，我来解救村民。村民被关在笼子里，这救了？这怎么让我想起了暗黑破坏神呢？到一个地方去把村民给救出来。对呀、啊，这个很像暗黑破坏神的感觉，但是没有魔法值是吧？只有血量，没有魔法。你还跑？你还他砍我一下就跑 ？Creeper， 哎 ，OK。对呀、啊，说来苦力怕森林，结果来了半天了才看到一个苦力怕。主要用弓就行了。如果是剑不缺的话，主要用弓非常安全。苦力怕，我天！对呀，我是不是应该看看苦力怕爆炸的效果？蜘蛛出现了新的怪物，就是传说中的蜘蛛。哇，蜘蛛洞啊！蜘蛛是远程的。哎，有你的！哇 ，level up。杀怪升级了，我得看好角度，角度不对打不着他。哎呀，下！哦，什么东西？没看清楚他就干掉他了，好像得到了不得了厉害的弓啊！让我来看看，我好像哇，真的！哦，这就算欧皇了，我不知不觉就算欧皇了。其实对我来说，这都是常规操作，时不时的欧一个是我的常规操作。哎，下面有厉害一点的家伙了，我这俩家伙跑好快啊！我杀你！我不应该杀小羊是吧？啊，谁说的？这个无所谓。哦，又有村民，解救村民。OK， 再见吧，还有你。有时候我会射出一个绿色的箭，哎呀，哦，两发，啊，哦，不是要炸一个 TNT 啊？你俩，跟着我，我头上顶了两个 TNT， 这两个 TNT 是个怎么个玩法？我对方有一个超厉害的。哎，我就跟他揍就行了，我顶了三个 TNT 了，我给他扔出去了，炸了，我是不是给这一群全炸死了？
啊，又有 TNT。 哎，哦，有 TNT 的时候我的弓就射不出去了，就变成扔 TNT 了。原来如此啊，再见再见，还是要蓄力，蓄力打得更狠一点。哎，哎呀，我朝那边了，这个掉钱了啊，上面一大堆。哎，我身上中了好多箭，一大堆呀、啊！杀杀！哎呦我天，战斗变得有点艰难了，稍微的。好了，到达目的地 ，Victory！ 邪悪な村人から解放され、君に感謝している。啊，不用感谢，不用感谢。开枪！还能得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个蘑菇，狂暴加攻击力哦！这个蘑菇吃上之后就加攻击力啊！8.4秒的持续时间，30秒的冷却时间。